启用独一无二的独轮车来庆祝我们的双十国庆。那么在场上的表演的几位选手，在2018年世界杯独轮车锦标赛中都有亮眼的成绩。那么亮眼的成绩，勇夺了一金五银七铜的好成绩，在国内的各项大赛事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，也获奖无数，更获得桃园之光的殊荣。再前面一点，进空了，谢谢大家。各位乡亲，给他们的欢呼声。